我们都是用一个非常开放的心情，非常欢迎的心情啊，都给我们指教。那至少，本来都属于一个家庭嘛，那家和万事兴。过年要到了，大家都说好话。至少都没有讲说有提到党产的问题吗？曾经跟任何的，我想这个很多的报道哈，我真的没有办法对于很多创作性的报道来回应。所以王金平有讲说，不排除年后再想总统大位的事情。那您个人的看法？我们一切都尊重嘛。是有请李前总统不要再骂国民党了吗？我对于很多创作性的想法哈，我会下次有机会去请教一下作者。好，谢谢。谢谢。